应总，何律师，抱歉把你我的见面推到这个时候，商务繁忙，需要你的谅解。非常谅解，作为一个律师，我很熟悉这样的心理战术，不过，在我这里恐怕起不了效果。你这样理解我非常遗憾。 何律师，眼前的景色多美啊！人类在这个地球创造的最大的奇迹，就是眼前的商业社会。而一个男人，最大的成就，就是亲手创造自己的商业帝国。看来应总很享受这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还是知道自己身处劣势。 需要站在高处，找一点心理安慰。何律师的话令人费解，我怎么身处劣势了？想必你已经收到我的律师信了。应总每天都会收到几百封律师信。希望应总伪造文书罪成立的那天，依然如此自信。伪造文书从何说起？ 根本没有申请离婚无效这回事，你又何必装作无辜？离婚判决书一直都是伪造的。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那又怎么样？伪造文书在美国是重罪，即便身家亿万。 恐怕也不能免除牢狱之灾。看来你已经找到了所谓的证据。那证人呢？你觉得陌生会出来指证我吗？我们都知道他不会。就算他现在没有爱上我，他也不会做任何伤害我的事情。 我有幸能见到应总无奈的一面，何律师，我们之间没有必要做这些无谓的口舌之争了。虽然你是个律师，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，一旦你和证人的关系被披露，我的罪名非但不会成立，而且我会从此贴上多情重义的标签。何律师，我劝你慎重。 鱼死很容易，网却不会破。所以何律师，就别再装腔作势了。你现在毫无办法。你说对了，我拿你没办法。不过我不着急，该着急的是你。一纸婚书，我和陌生都不在乎。 你是约我出来发呆的吗？不知道。啊！其实忽然想看看你，你不要这么肉麻好不好？真是的。哎，不过看起来心情不错吧？嗯，看出来了。对呀。 全都写在脑门上了，好大的三个字啊！哪三个字啊？拉、仇、恨。你呀，越来越幽默。
过奖啦。嗯，我为什么不谈恋爱啊？你看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吧。那老袁师兄和向恒师兄都不错啊。律师这么好的职业，你还是不要介绍给我了。